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。喂，小杨跟林董。OK， 今天是一个很普通的 vlog。你们还记得上次我们去阿雅的那个新店开张吗？哇，这个这一次没有跟我们去到。闹钟不会响。哦，没有调完闹钟。是有调到。哎，闹钟坏了。就电话差点静音。有这样突然的吗？折过多静音。哦，可能你真是太累了，太迟睡了。OK， 所以不要紧。那天我们有玩一个小游戏，我们就猜哪一个网红。没有来放飞机，你懂谁猜中完 ？OK， 你讲，你有看影片，叫我们三个谁猜中？小杨猜中。谁没有来？跳什么呢？哇，真的有看我的影片哦，果然伙伴不是当假的。你今天没有拍这个，我真的忘记掉。就是因为那天你猜中了吗？啊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答应你要请你吃晚餐。哎，所以等下是红包果啊、嗯。你决定？我尽量不要吃太贵的啦，最近穷啊。我听讲啊 ，Sutra 啊，开了海捞啦。哎，真的，如果。输出海底捞今天开啊，我就直接请你吃海底捞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去看有没有开，准包开准。如果没有开，你就我请你，你请我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就指我大人的话，真的已经开了。哦、讲话算数，你懂吗？我死哦，讲错话了。你要去看那个海底捞，怎么你要去看海底捞？因为我要请我家人吃今晚。哇，哦，底下你要请家人吃晚餐。请他们吃海底捞哇！原来艾薇对家人这样好的哦。是喽。对女官不相看了。对，等下晚餐就是我们三个人吃吧。哦，今天艾薇有约，还要跟他的家人。难怪今天穿这样美啦，原来是跟家人要约好要去吃晚餐了。我就奇怪艾薇怎么今天穿这样漂亮，原来真的是跟家人有约哦。哇，今天是又是新造型哎，从来没看过的嘞。我第一次看我卷发的。对，真的。你们觉得艾薇卷发比较美还是直发？可以在底下留言。剪两个都美。啊！过来啊！突然间有这样打扮，还是要去海底捞的 interview。哇，Sutra都有海底捞，以后那些想要吃海底捞的朋友们，不要去到波底吃了。新山的朋友们可以来到Sutra，这个不是业配啊，只是纯粹讲一声嘛。哇，还有做美甲的嘞，哎，可以做美甲了你。哇，这边是，哎，还没有开嘞，占位一页嘞，该你跟我讲吗？如果他开，我就请吃，是我是这边的股东哎。如果他给我们休息一下，股东自己接休息。啊、好了，没有了，我还是在请坐。开玩笑，我们刚才是开玩笑，纯粹开玩笑，不？不过约翰还没有开哦，今天吃不到海底捞火锅哎。艾薇今天晚餐跟家人的晚餐要换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四川猫走走。你今天什么业配？蛋糕。蛋糕业配啊。Okay, 艾薇今天有一个蛋糕业配，不过我不会帮他业配了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业配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厕所。我有看到林董。他每次弄我的哈，林董，林董，名字是谁啊？林董，还记得谁啊？有没有感觉？林董，喂，林董，喂，熟悉的画面，喂，林董，怎样？你不要洗了，哎，你这按照那个冲水，冲到我脚是倒完的，掉出啊，掉出啊！来，洗到哪一个嘛？可以，到了上面。喂，坏嘞！耶，他没有洗。因为小丑是我自己。大智若愚，还是不？那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想要讲话，突然不想讲话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 Genta， 我们三个人玩篮球机，我们要破好最高分数。三个人玩应该很容易破的了。对啊。对。OK。对。都对。哦耶。OK， 人家玩完了，我们看看人家几分。人家288，人家是一个人，我们是三个人，所以我们要破288。来，现在海伟帮我拍。玩多少球啊？哇，多少球了？我们三个人玩肯定破完了。两玩开了，两玩，两开。打住啊！玩。哎，球太多了。有没有回顾我曾经做过一件懒觉事情？看他们表演了。还要啥子了？快点啊，还差哦，没有了，三个人30分都不过，过了，你看
我们创下新纪录了，三个人29分罢了。哎，我们看一下艾薇投篮。哎，我投篮厉害呀！来来，我准备完了。啊，你投看。哇，这样很厉害，这样啊，艾薇。哎，不过你有姿势嘞。哎，你有姿势一下嘞。喂。进了几粒？进了两粒，进了两粒。哇。我姿势100分。OK， 现在艾薇要来拍业配哦。我叫谁来帮我拍？我专属摄影师。来，艾薇的蛋糕业配。OK， 艾薇的蛋糕业配我就不拍多了，因为这是他的业配，不是我的业配。OK， 等下等晚上的时候，我就再想要去吃他的晚餐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这边吃晚餐。OK， 小杨，嗯，你想好好吃好不好吗？晚餐？还不懂哎，第一次来到这边。OK， 我根据小杨的喜好，小杨讲他来了这个咖啡店。一讲最多50块嘛。所以我已经很 steady 了，带你要来的咖啡店。我找一餐不要超过10块，看有。不用，50块以内，敢敢吃你想吃的。哎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的。这么多东西啊！哎，这边有这样东西吃哦。炸串。哇，这边也是有炸串。台湾小吃。台湾小吃要吃吗？要，我给你做这个选择。可以，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。虽然我有请他吃晚餐，不过我自己也会在那边吃晚餐。我林董也会自己买他自己晚餐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你没有猜中，所以就没有请你了。明明可以猜中了。哎，你这种也是哦，明明你自己跳什么呢？好像是我逼你的哦。是啦，不可以。所以我觉得我也请你吃。不用啦。没有，我也请你吃。Steady。这边是10块钱，来。好像是不超过10块。喂，真的耶，帮我省钱耶，谢谢你耶。七块吧，太低了。这人叫鸡蛋加嘛鸭蛋。啊，你随便加鸡蛋鸭蛋都不会超过10块了。OK， 走，我们去吃野江饭先。好，这里啊。加减两盘我要。你要什么大？你要大鸡啊？不要这个。大鸡加饭两片。拿钱出来啊！我请林总啊，来林总。今天我们三个来这边吃晚餐了，来吃看这里的炸鸡腿，烧烧的。你看它的鸡肉，超级多汁，超嫩的。哇，我觉得炸鸡一流哎。通常这种椰浆饭啊，要么就是饭好吃，要么就是鸡肉好吃。这个是饭跟鸡肉我都觉得好吃。来给你们特写一下那个小杨点的炒粿条，味道很香哦。哇，够无力小杨的。以你吃这样多年炒粿条的功力来说，还好，是算好吃。吃完了，是不是还能吃？OK， 今天我请他们吃晚餐，影片就到这边了。看我小杨不会偏激的按下订阅不响，还有不要忘记订阅林总、小杨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